韩国宋宋夫妇宋仲基、宋慧乔在七月宣布即将结婚，婚礼倒数一个半月，不久前被曝带着知名设计师飞往 LA 拍摄森林系婚纱照，还出现在婚纱店。最近他现身好友婚礼，态度相当亲民，疑似为了婚礼提前做间隙。很受到婚礼来宾欢迎，宋仲基近日现身好友婚礼，只见他穿着白色长衣和黑色西装裤，打扮低调又朴素，遇到人也主动打招呼，态度温和有礼，面对宾客要求合照也来者不拒，似乎是为了剩没多久时间的婚礼做实习。网友笑说，准新郎也顺便沾沾喜气，期待他和宋慧乔结婚当天的甜蜜模样。在拍完婚纱后，宋仲基一回到南韩也没闲着，有民众表示看见他现身婚纱店，正全心全意筹备婚礼。不仅如此，18日还有网友提出在韩巧遇宋仲基的合照，该网友 po 文直呼靠近一看更帅了，虽然是大明星，个性却如此谦虚，真的无法不喜欢他，大赞宋仲基亲切。